他们倾尽全力的致命一击。哇，刚才我们可以看到袁建春先生的大摆拳击中了王万里。哦，王万里打的也是非常聪明啊，非常巧妙躲过了拳王上司的连续组合拳的进攻啊，并且有效打出了这个啊迎击。那么刚才我说了啊，如果说两个人打的觉今天不满意，打的觉得今天啊不过瘾啊，将在5月2号之后再来一场不戴头盔的正面硬刚。好，王万里打的是非常聪明，在第三回合当中还是充分打，在后退过程当中打出了多次的组合迎击啊。那个阿坤加油，现场给我们的拳王上司加加油好不好？学生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啊，我们的双方运动员也是充分的发挥了自己的实力，打了一个旗鼓相当。我们现在把这个话筒交给我们的裁判啊，把话筒交给我们的裁判来对今天的比赛进行一个点评。那个现场的朋友们，